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如这个图了哈，小明于下午打扫时间，手持扫帚扫地，试问有关扫帚之叙述何者正确？这个扫帚的话是这样哈，我们有扫地经验的，你就晓得哈，我们是把一只手的话放在这里，啊，这个几乎没有动的，然后我们呢移动这里嘛，移动这里的话，把这个呢，那个灰尘或纸屑的话，把它扫到那个什么呢？那个斗里面的哦，所以这个是一个什么呢？是一个省时的那个简单机械哦，这个康力臂哈比较短，啊施力臂比较长，这是省时的，但是费力的机械的简单机械。我们看看呢，他说何者正确啊 ？A 选项可省力，这错了，这是费力，但是省时的。B 选项他说是省时，这个是对的。好 ，C 选项他说支点在中间，这错，支点在这里啊，哦，支点在这里，为斜面的应用是错，杠杆才对。哦 ，C 啊跟 D 都是错的，所以大家应该要选 B。